再开个榴莲啊，今天看看这个几房肉，盘拿过来，我去给它扎手。又是一个瘪的一房，再开一半啊。哎呀，这块肉大，哎呀，这块大，我去，这块撬不开呀，也，哎呀，这块撬不开。这还有一房，妈，一个榴莲里边三房肉，再给我老弟一块啊，来一口，哎呀，甜不？不行，这味儿有点冲。这个榴莲味儿可浓了。哎呀，就是里边的肉有点少，没了，拿走吧。哎呀呀！